需得尽快去告诉师兄。 原来是蓝师兄，会有人告诉你，孔雀翎是什么？只可还请师兄明示。要么自己走出去，要么被我们扔出去，自己选吧。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欺负我大宋的百姓？给他们点颜色瞧瞧！嘿，你们黑大混兽，看我大辽邦的侍卫给你们点颜色瞧瞧！ 切磋，点到为止。少侠，行。少侠，加油！
好身手。